我林湘飞腾九比六。但是他们的掌声是个相当严格的这个裁判，这有些裁判的判决多多少少会造成了这个球员的心理的一个压力。嗯，而且他刚才也拒绝了叶嘉莹他号的要求。对嘞，他的确是受到影响。王林现在最后一点了。嗯，非常可惜，他刚才的应该是叶嘉莹在体力上是有点问题，得不到这个擦汗的情况。好，那么第二。危机的，那的确是。那刚才非常可惜，就很明显的看见，就在九比六的时候呢，叶嘉莹是要求阿汉，就得不到球证的允许，就不要丢了两分，输了公平决赛。我想呢，这的确呢，对他新生成球赛的影响就很大。我希望他能够在第三局里头呢，就吸取了过往的经验，不会轻松地丢了第三局比赛。那毕竟呢，对于从比赛呢，对于他们在这场比赛是来说呢，的确是非常的关键。王林湘毕竟是经验丰富，韧力十足。在第一局以六比十一落后的情况下呢，第二局呢却以十一比六扳回了一局。而现在轮到第三局，这两位球员相逢相当多，我们看到有锅在后头，有锅的心里有什么？这位李教练在他带领之下呢，就把这个中国的这个羽毛球带上了另外一个高峰。这是非常奇怪，王连湘在每一次传体赛事就这样在里头呢，他能够就出现这种的情况。好了，第三局正式开始。判断错误，可能叶嘉莹面对是逆风，看看王林湘他的脚就是确实越打越轻盈，轻松自如，他这个每踩一步，每接一个球是相当的轻松。二比零，高级，有点高级。王连湘三比零分，我们从这场比赛看起来，很少看他们就是打那么多场。拉得很开，这个好像是在变了。每一个弱点似乎都已经算准了。看这种大角度的来往，那的确是令叶嘉莹一分面。四比零。这位叶嘉莹终于有一个开球权的机会，看
前就是迷惑的教练，也就显示出了笑容，证明他对王明江湖充满信心。要求过高，这里你待会会进行女双的赛事。又是一次马，这个球似乎是出界，但是王仁江认为是在界面上击球，又在女双，还没有打过双杆。又是一个判断失误。左手呢，王明江也就打了这个大分，就是2-15，0-4。情况出现的主要还是王明星，他高球呢是高望的车了，也好有远远的失误。在敲打地板，在替王明江打气。又一次的失误，叶少颖连续的几个打击点都打在同一个地方，都失误，他是不是要进行一些改变？6-0。不利的形势对于叶少颖来说，那么现在换边，那么对于这个风向是不是对于叶少颖比较有利呢？6-0。这对叶少颖的信心是一种很大的考验。所以在赛前呢，要谈过就是叶少颖唯一的这个缺点，就是对手时候会进攻出手的问题。再一次的判断失误。来说呢，叶少颖他自己心里感觉呢，就是摸不到对方的底，而且感觉到自己的球在低头呢，好像都给对手呢控制住，反而呢，对手轻松的一个下压或是什么样的球呢，都反而是自己的一个致命球，看他能不能够突破自己的这种心理的压力。
应该是在线内。要还是要对越当你心里还存在一种不认输、不服输的这种心态。0-8。对，来看想改变发球的形式。拍开了将这个发球旋转送给王刘湘。8-0。这球刚好要在长区内。再一次的顺手滑拍要出线，希望能够重新恢复自己的信心。这次出界了，这会儿热球的足球员就是刚才进行混刷比赛的一名球员布兰迪，对，装古作怪，他一点技能都把他认出来，有点变成金毛狮王。对，信心方面确实有些问题。因为真的非常奇怪，为什么每一次碰上王刘湘都会出现这种的局面？越打就越不顺。他是不是应该去改变一些战术呢？我想他自己心里头呢，在这阶段来说呢，可以说是非常的迷糊。想不出任何的对策。好球，0-9。的确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，这个要求换一个新的羽毛球。还是开短球，又是在这里。王刘湘这次发球又打得非常的果断，这球呢打得很巧。这个方面是有一些慌乱，不管打后场还是打前场还是接球，都一定的失误。最后一滚了。的确也是第一次遭受这种的厄运，又遭遇在第三局比赛0-10败阵，已经出现了很多。